火鸡豆片儿，这个一箱是12袋左右，然后它是200克，嗯，这个呢是9.9一箱，17.9给你发两箱，买两箱合适，老铁。但是有的没吃过的，你可以先拍一箱试试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想倒出来给你们看看，那有合适的盘儿算了。就这个样子，它就怎么说呢？有一点火鸡面那个甜辣的味道，它有点像那个童年大辣片的感觉，好吃是挺好吃的。底下有链接。要吃这种辣辣的可以拍，反正我觉得挺好吃。嗯，OK。